夜宵来吃煎饼果子。老板要一个煎饼果子。啊，可以加什么呀？啊，这里面鸡柳啊，烤肠啊。我要加一个烤肠，有没有辣条？辣条要加一包吧。好。这个好吃一点。哦，好。再加一个肠。哦，再加一个肠。铺上面糊。加点肉松吧。好的，这样是多少呀？21。好。好，肉松也不算你的，10块吧。哦，谢谢。辣椒要，微辣就好。好的。做这个做多久了呀？没多久，也3年了吧。哦。均匀涂抹蛋液、葱花、萝卜干、花生碎吗？对。哦。要。要的。肉松。辣条，烤肠对半切开，生菜折起来，啥酱？这是甜面酱吗？黄豆酱，不是黄豆酱哦。放别的好像不合适吧？薄脆，我可能吃不习惯点。卷起来。要分两个吗？嗯，分两个。谢谢。煎饼沉甸甸的，加了黄豆酱，蛮香的。